接连的失误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其实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分08秒，也是基本上可以提前恭喜北师大。弹幕上的各位朋友们，把你们的弹幕刷起来，为自己的主队加油呐喊。好的，比赛开始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优酷体育为您带来的2019-20赛季 CUBA 大学生篮球职业联赛的比赛。本场比赛是由郑泽鹏为您带来解说评述。周亚昭的三分没有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是白如雪啊。哦，这次传球漂亮。啊，手术刀般的传球，直接划开了对手的防线。比较喜欢的，他又是捂住了自己的腰。啊，这个腰伤啊，可能对于他来讲，现在消耗很大。刚才看到他进攻完之后下来，第一件事就是先捂腰啊。内线啊，又是这种传切的配合，打得非常简单啊，张敬业。这就是个人能力。第一下给球给慢了，啊，内线再要球，注意时间啊，第一节应该是最后一攻了。直接选择外线强投啊，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北师大这边没投中，这要投中了分差会更大。强行出手啊，扑的也非常猛，又这反击的机会啊，一个人大步流星，千里走单骑啊，熊中仪。内线用脚步连续转身啊，朱继雪自己没敢投，一个小的拜佛被帽，吃了个火锅，回防的速度变快了，再分篮下，啊，这段时间啊，可以看出天津财啊把对方大个子拉出来，上线做了一个传导之后，外线又是三分球，哎呀，篮下保护不了篮板球。被断，能否有先反击的机会啊？但整体，咱们说北师大这边啊，他回防的速度也快，就是抓住我这一个强点啊，去猛攻，对吧？咱们说打蛇打七寸，啊，拽住你这七寸是往死了打，又是反击的机会，啊，张敬业自己往左侧拉。溜底啊，借两个双掩护出来之后，没有这个太好的机会啊，但是给队友投中了。吴亦凡一同在的时候，内线展现出来这种效果啊，可以用天差地别这个词来形容。两人打一高低位啊，包括进攻这种相对来说的停滞，这个时候需要咱们说翟若云啊，篮球之神附体，对吧？下起三分雨，这比赛非常简单，就挡拆的顺下。这个球漂亮啊。接下来面对他们的对手啊，可能是他们要面对这个清华队，是吧？清华啊，能否切断他们中路与底线之间的这个连线啊，非常重要。我这也是提前给清华啊支招。接连的失误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其实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分08秒，也是基本上可以提前恭喜北师大啊，这面是拿下了本场比赛啊。即将进入到最终的这个决赛，和清华会师总决赛啊，决出今年的总冠军是谁。
啊，这刚刚吴亦凡篮下2+1啊，非常强悍的冲击力。我们看有弹幕上的朋友还说啊，说这个内线是根基，靠三分的话，如果手感不好就完了。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，但是同样在竞技体育的赛场上，你的努力付出终将会变成你在场上非常强悍的表现。我们也是感谢两支队伍啊，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，也恭喜北京师范大学拿下了本场比赛，即将进入到明天的决赛，在决赛当中与清华大学决出今年 CUBA 女篮的冠军将会是谁。而This is how we love a day